想不到吧？你以为来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其实我早知道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可是想通了？我看还是……哎，你干什么？还没玩够啊？好啊，三个插头全到了，我的面子倒不小。嘿，我真笨，早没有看出你们的衣服跟膏药不一样。你是方祖光，是三插头。我也知道你是谁，你是林云志，是大插头。不错，我也让你死得明白。二插头，你是呵呵，我不骗你，不知道你是谁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原来真是你，我猜得不错。看样子，除了梁勇的身份，对方好像没有觉察之外，我和方兄的行藏可能已经泄露。现在请方兄立即发出召集令，梁勇回去诱他们到总台来一举歼灭。